阿红中医药电台，网址 www.ahontp.tw。欢迎收看阿红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，多啦。江西的星空点大声，人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无人听。阿边上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红无所不谈，咱这做这网络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零九七七七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零九七七七三八。那么，咱这节目阿红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伫阿红中央电台每天拜九拜五的播时，两点开始到四点。由阮微笑的阿红诚恳。甲咱诸位网友、观众，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吼。来，咱来看社会新闻啊！哦，这个婆婆吼、扮演这个柯南呐、就是这个柯南咱所知影是敢那侦探安尼啦吼。所以大家咧，也来做这个调查，调查就对了吼。爱孙阿娘求新妇三年偷情死了，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自由时报。那么新竹市报道哈，那么宋姓宋哈，这宋楚瑜这里宋，宋代宋哈。一个姓宋的中国的这个女性吼，嫁来台湾了后，不断甲无同款的小王诶，啊来出去佚佗啦，开房间啦，甚至吼娶过下这个因后生啦，啊来算讲斗阵。那么因为宋女伊这个黄姓这个
算讲翁婿老公伫咧中国大陆来咧做工课啊。那么因大家暗中扮演着这个柯南三年啊，跟黄男诉请离婚。那么黄母嘛提出，吼安尼一条啊一条啦，伊拢有咧记个咧，叫伊记个这个手指婆啊，来做证据安尼啦。那么，新竹地方法院的这个法官，在进前就来判准离婚啊。那么判决书在讲啊，黄南民国95年在福建做工课，那么在当地养生馆熟悉到宋女，并且在过当年啊就来结婚。那么生有一个后生已经5岁啊，婚后吼。这个黄的哦，有关，搁去大陆，啊，伫咧做工课。那么宋女来台了后，伫咧养生馆继续搁咧上班，啊，啊，因遐养生馆哦，唔知色情我是唔知影，敢若无啦，互因遐掠色情的掠真暗，无像咱这，哦，啊，所以伊来台的时阵继续。啊！伫养生馆咧上班，伫98年正月，黄母吼有紧急的代志，想要找因新妇，啊，出差无啦，哇！他害啊，那新妇是走倒去啊呢。那么这个宋的哦，因新妇啦，事后吼无小心就讲出讲啊，你又咧找我哦，啊，我迄天我就甲人斗阵出去哩，啊，我就个孙安尼。甲一个查甫去剑湖山世界去佚佗啊！啊，我因大家听到安尼呢，就无爱拍生惊，讲哎呦奇怪！啊，你做新妇的时阵应该爱好啊，踮咧厝的你，啊，即马一个迄个吼，我都出去啦，啊，拢也无讲安怎啊！啊，有当时啊吼，若撞着讲啊，你要倒，啊，我着要出去一个，安尼。那伫个98年的这个二月，黄南有转来台湾，啊，要去搁去这个福建啊来做工课。啊，那么宋女吼就讲啊，拄啊好，我嘛要转来福建啊。嗯，啊奇怪，啊想要转来福建，啊是安怎的算呐？无工做伙拆机票咧，我感觉这个真奇怪啊，啊。伊讲哦，伊嘛要转去福建啦，可能伊过了后，机票买好啊，因翁要出门，伊才讲，啊呢，我嘛要转来厝的，应该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对不对？啊呢，才无共定，伊要买机票，都爱搁买咧，啊搁时间咧，啊伊爱准备啊，所以一定无做伙了对。那么因大家袂放心的哩，因安怎讲，看伊新妇都啊。嗯，要不要嘞？惊伊知影，唔要咧惊啥嘿啊！所以袂放心啊，就甲新妇哦，做阵去机场啦。伊讲要回去，我要回去好啊。哦，我妈妈陪你来送你来到机场啦。看伊有要，起码因大家想看你有啥啥坐飞机咯，就意思是安尼，看伊假骗话安尼就对了。那么到这机场了后，因新妇就讲。伊的这个客商讲，伊的这个人哦，感觉安尼，看因新妇啊，敢真紧张啦，都一直讲啊，你赶紧转去，你赶紧转去啦，啊，安尼啦，黄母哦，都更加讲，哎呦，无同款哦，所以哦，伊就偷偷哦，啊，都带就对啦。结果无外久哦，发觉讲哦，因新妇甲一个查甫人哦，啊来会合，啊同齐来行哩。那么黄母就赶紧啊，摕到这个手机啊有翕相的啊，即马总真方便，就赶紧就甲翕啊，啊。那么黄母意外发觉讲哦，因新妇哦已经有出轨啊，啊，哦出轨，轨道的轨啦吼，那。火车轨有迄个轨啦，出轨啦吼。那么由于这个囡仔都无伫咧台湾，所以开始吼、
无法度，就去替代了我，你啊嘛无法度人去管你，所以就伊偷偷啊，就观察啊啦，啊。所以就那呢，一直开始，吼，就甲美形啦，而且吼，摕手机簿啊，就记录啊啦，因新妇吼，什么时阵离开家庭，什么时阵倒来厝的，伊的这时间拢甲记录。那么为第98年二月初四开始，一直就记录记录到101年的这个2月17日，时间差不多有3年，吼、哦，有3年。那么宋女吼，几乎吼，伊吼早起时啊，7点外就离开啊，就离家了，对，还就要去上班，伊就上班伫个这个养生馆内底。哦，可能伊个上早班的就对了，那么暗时啊吼，8到10点才回来到厝的啦，哦，一定是安尼啦。安怎呢？伊出门可能伊上9点还是上10点，应该是安尼，对不对？伊个孙安尼啊，早时啊7点外就离开啊，啊，出门坐车，哦，坐公车，对不对啦？我看是上班9点，应该是安尼，7点外就要出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啦，早时啊9点，上到的时阵暗时啊5点啊，所以等到厝的9点10点，安尼应该是上到6点，应该是上到6点。啊，所以搁坐车，哦，通来通去1点外钟，哦。啊，8到9点嘛，才回来到厝的哩。其中吼、哦、有真侪摆吼，透早才回来。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拢甲记甲清清楚楚就对啦。什么时阵？吼、哦，倒一天？吼、哦，啊，伊离开厝的是几点？回来是几点？也是暗回来到几点？吼、哦，甚至有当时啊休困日吼，伊都嘛是出去啦。啊，出去嘛无要讲，啊。就伫个即个外面吼、哦，啊来过暗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伫个100年9月，黄南的即个囝伊在讲啦，伊讲阿姑吼、哦，带伊去看牛啦。哦，伊是讲吼、哦，安尼讲阿姑哩，啊，用舅舅带我去看牛啦，啊。那么即个宋女哦。并无兄弟伫个台湾哩，啊是哪叫阿姑安尼啊？那么黄南就伫个讲啊啦，啊，就因囝，吼、哦。那么因囝就伫个讲讲哦，101年正月12日早起9点5分，宋女家的孙阿娘，开着一台的这个自家用的小客车，吼、哦。啊，到的时阵啊，达波入去这个贵国的这个旅馆，下晡时12点才离开，哦。那么4月17日，宋女啊，搁甲其他的这个男子进入了汽车旅馆，并且带着囡仔，啊，到的时阵小王的啊来约会，吼、哦，约会去从啥？同齐去洗身躯，哦，啊，睏啊。囡仔会当做证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宋女就反驳啊啦，啊，先生哦，同事向伊讲啦，讲黄男伫中国大陆个伫饲查某啦，啊，讲吼，无摕到1,500元转来厝个，嘛无愿意转来台湾，或者是讲，啊。让伊带这个囡仔到中国做伙，一家做伙，两个人的这个婚姻哦，有名无实的安尼。啊，当然啦，查某较吃亏的，咱讲实在的，对不对？伊都无法当去大陆，那边怎？那查甫人要去大陆要搁包小三，伊嘛唔知啊，对不对啦？阿峰咧讲就较实在啊，对唔是咧为倒一个啦。我嘛袂讲的时阵啊，新闻报安尼，我就讲安尼啦，对不对？怪怀疑，对不对啦？
那么根据伊伫个讲啦，机场个查甫哦，并毋是小王个啦，而是拄啊好哦，拄啊好共乡个啦，家己哦做工课哦，早时啊九点吼，你甲看，暗时啊九点吼，人客真多，就会较晚转来。像即个汽车旅馆是真多名同事去聚餐啊。法官判准离婚，法官哦，勘查哦，黄男提出的这个相片，法官讲宋女依偎伫个啊一个查甫人哦，算讲哦，男条的就对啦，啊，男一个查甫的啦，人家讲宋女哦，身为人的这个某，人的这个老母。却甲其他的这个男性有亲密的这个互动啊，并且宋女伊伫个讲甲同事聚餐哦，来进这个美格哦，威格啦吼、哦。但是早起九点甲十二点根本唔是用餐的时阵啊，啊。那么最后法官认定讲哦，宋女哦有真侪摆甲达波的外出。吼、哦，啊去佚佗，并且有亲密的这个互动，甲男子进出汽车旅馆，长达个三点钟久，吼、哦，已经有啊正常友谊的这个往来啊啦。又搁甲男子相约同齐出国，吼、哦，已经会算啊干扰到婚姻的这个圆满。认定讲吼违背婚姻忠诚伊的这个义务。判决离婚，吼、哦，判准离婚啦，吼、哦，这件就是安尼，提供给大家吼、哦，做一下参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着查某的，吼、哦，你着算讲头家家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但是你查甫，你伫大陆安怎？你着掠无，你嘛无法度，你讲对唔对啦？是讲话离离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是讲伊身份证唔到退掉无？哦，啊，身份证若摕到，啊，伊就踮在台湾啊，就听我哥甲什么人甲什么人啊。我看伊是安怎，伊是食迄种头路，当然伊嘛寂寞，啊，所以好啊，人客少，有钱人去谈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啊，过会顺啊啦，会当哦介绍伊这个物品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安心啦，哈。好啦，咱讲到这结束，期待下一位讲这个网络，讲这时间继续。拜拜。